比你大不多，真不惨。学你的，学我。他的小朋友磕我了。再一个。加大鸡呢？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到常州天宁区的杜鹃花的花展，因为我们为了错峰五一那个劳动节嘛，所以趁着这个机会带着赵明来到天宁区了。那为什么哥哥不能请假？哥哥有点忙嘛，就是一个最后的机会。对，如果你上小学的话那就不行了。最近卑微打工人亮叔终于得到老板萍姐的许可，赶在五一前带着宝贝女儿出游了。彼时江苏常州的天宁区正在举办第17届中国杜鹃花展，从未受到过某人鲜花的萍姐想去看一看。我一人的困难来过的，赵明在骑呢。在骑吗？骑不到。你根本过不着。赵明啊，你骑不到，爸爸累死了，你这是假骑啊。嗯，转不到那边去。那个没有用。嗯，你看啊。那你可以刹车，你管刹车的吗？不是。走。去哪儿啊？看那个杜鹃花。长得不一样哎，你没有发现？颜色不一样，它那个形状也不一样哎。本届花展齐聚了全球超过25万株品种各异的杜鹃花，还包括十色杜鹃等名贵品种。当然，这些都属于亮叔的知识盲区。像这种盆栽一般多少年？超过100年。他说长出来这一小段就要花3年的时间，养一只啊就跟你一样大了。像这个野生的映山红的话呢，这个都是野生的、这个、哇，那就更厉害。这个是它在这个是要上千年了。上千年？对，上千年。天哪、啊、比你大很多。真的，你是年轻人。你喜欢的粉红色。结婚的感觉。八斤多都是。那上去的话，你去走一圈。各位游客，出价了。不可以，不能走。不想让他出价。你不想面对吗？不想面对。你不要出价。不要出价。如果他不允许，如果他真的要出价，你觉得你希望他嫁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像我这样的吧，肯定不行，绝对不行，绝对不行。为什么呀？如果你嫁给我嘛，如果带个像你这样来，我绝对反对。赵明，记住了啊！看完杜鹃花也没有改变，已经没有恋爱的喜悦，没有了吗？消失没了，没了吗？你们只是彼此的初恋，这个不行。不要为，明天就不用来上班了，告诉你。不要为我们敏感的话，敏感的问题。明天可以不用来上班了。这很敏感的问题，为了。紧接着，亮叔一家来到的是有着“江南名士第一巷”美誉的青果巷。这条将近有500年历史的老街，曾走出过一大批中国近现代名人大家，让常州人很是引以为傲。当然，这些亮叔也不知道。青果巷，青果巷在哪里？就是我们现在在常州天宁区的一个很有名的地方，听说这里是一个名人居住。
迷人故居。迷人故居。江南名胜第一巷。反正有很多迷人在这儿。沈宅是在住宅吗？对，以前一个姓沈的人他的家。你看，好有感觉这条路。这不是那个旗袍吗？看一下。好漂亮。对啊，我能这样穿着出去吗？当然可以呀，你的肚子。人呢？可以啊。可以了。他说我姿势变好就是。显得有点瘦。那你要不然？不过要不然。这，你也很好玩，但是你妈妈比你好看。爸爸最丑了。所以这个笑是什么笑？ちょっと大赛的感觉。像那个以前妈黄毛车。主要是我觉得裤子的问题。是是是。而且没有拉。没有拉。没有拉。哎。可以，那个特别好看，就然后拿那个，太搞笑了。风筝，是不是感觉就像那种穷小子和富家小姐？没错，まあここがある分ちょっといいけど。うるさい。いやこれ隠れるじゃん。うるさい。うるさい。就可以送给我。微笑，微笑，无语，无语了，微笑。撑一把油纸伞。穿着旗袍，雨中漫步在悠长的青果巷，粉墙黛瓦青石板，江南之美在氤氲中愈加浓烈。周有光，语言学家、经济学家，他发明了汉语拼音，汉语拼音方案，哎，创制，发明了拼音，对，真的吗？拼音之父，真的，哦，哇，好亲切吧你？哇，周有。光图书馆。张明是不是最近刚收收的？牛奶奶喝牛奶。你说一下。牛奶奶。刘。分不清。牛奶奶不喝。牛奶。喝牛奶。刘奶奶喝牛奶。哎，可以。给你发言。走。你是南京人。南京人应该。我们也加油吧，活到106岁。吃饭吃饭，三生编导给我们安排的常州天宁的美食叫建国餐厅，好像很大的感觉。对，对，很适合你啊。对，你不是国际大导演吗？国际知名导演，所以要这么高级的那个饭店导演。谢谢谢谢，我很期待啊。那你看人很多，对啊，肯定口味很好。是吗？他故意抢老板娘。有人，你们抢，分给别人。这个店名为什么叫建国饭店？我们啊，就叫建国。我老公那个时候买，那个时候买。起名字不是都是这样啊，建国啊什么的，我是这样。啊，老公的名字。有菜单吗？非常没菜单，非常好的名字。没菜单，没菜单。那怎么办？听说你家的女儿吗？对啊，我们家女儿。
像吗？像谁呀、啊？像谁？像你。像我。不像你就不行了耶。哦。他好有意思，他的菜都放在这边让你选。对，这个砂锅也可以炖的啊。这真的真的菜吗？要炖啊，在煤气上烧一下。烧一点，炖。这个叫南瓜苔，我们这里的这个叫南瓜藤。你们是什么多少？来这个。可以可以啊。来这个。好，我端着。就是就是。我本来就是自己端的菜，拿不来。对对对，我们还没点。他已经开始炒了。对，他说他开始炒了。我还没见过。建国是吧？建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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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建国先生。这个嘛，清蒸炒鸭子。哦，炒鸭子。嗯。那个嘛，盐水虾，装有的吧。这个嘛，就是鸭肠。啊，鸭肠。这个叫安公。安公。安子鱼嘛。安子鱼。懂吗？嗯。这个是乌孙烧咸肉圆。咸肉圆是？对对对。就是肉做了，然后腌了大概要一个多月，拿出来再蒸，蒸了然后再烧成乌笋。乌笋是我家种的啊，我家老婆种的。咸肉也是你自己家腌的吗？当然是自己腌的了。当然，我们从来不买现成的，但是我们的菜也不会赚像人家便宜的拿的，我们都是好的。せーの、いただきます。好吃的。嗯，鸭子，咸肉。这个，好吃。我每次吃鸭子，鸭子没吃。啊，我吃。走。我喝，我喝。下午，亮叔一家人品尝完被当地人誉为“刁庄米其林”的建国饭店后，与清源邂逅了传统文化瑰宝——刘青竹客。嗯。就接下来去那个看非遗。非遗是非什么什么影响，对，什么什么影响，对啊，而且听说这里有关竹的东西，竹子的东西，竹子，那就是爸爸，对，竹内亮的竹，也是竹内明，竹内明，竹内明的竹，好看的月子，有好多小朋友，哦，在干嘛？刘青竹客的最基本功。竹客。这个就是刘青竹客，它是在那个竹子表面的一层青云上面做文章。刘青，青就是指的竹皮，知道吧？刘青竹客呢，被誉为我们的常州三宝之一，是民间工艺和文人艺术相结合的艺术。哇，好看。葫芦你知道是代表什么吗？福和禄，也是取谐音，可能他不太了解。我也听不懂。你看，这位哥哥正在雕呢，来来，小朋友来看一下。他做了几？他做了几年？他是从中学的时候开始学。从中学。我们所以家庭是传承的，三代传承。啊？他爷爷。到我，然后到他。你们俩是家人，一家人。他是我儿子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哦。赵明，要不要拍纪录片？不想拍。没有兴趣。没戏了。我想像妈妈一样当老板。他说什么？我想像妈妈一样当老板。但是就是你的名字吗？徐明，范瑶青就是我们家老爷子。哦，谢谢。那你的名字呢？那徐明。徐明。哦，他的名字也还有克。徐明是我的名字。啊，我以为克是他的名字。徐明克。徐明的克的意思。啊。我以为他的名字有克，哇，好有缘分。在馆长的介绍下，对刘青竹客产生了浓厚兴趣的亮叔一家决定体验一下。要你自己写吗？自己写。天哪。对，水墨汁。为什么要蘸洗洁精呢？它上面有油，写不上。哦，哎呀， OK， 我这日文写的
OK， 可以吧？可以，可以哦。然后这个就是开切，他写的字，把这个字给把它切断，切断了，我知道了，切断之后，然后把它之外的都去掉。你先试一试，小心，抓到手一定要小心。知道了吗？有没有感受到？是不是很顺畅？对，你要自己感受，对自己感受，它不需要多大力气，也没有什么技巧的。字以外的全部要去掉。哎，刚好，刚好了。那看好了。怎么样？对吧？我就是想说，这根本不是你刻的。谁刻的？这里的。哎呀，你不要说啊！挺漂亮的。不过不是你刻的耶。我也要擦。完成一下。把酒精倒在上面，把它擦掉。可以吧？可以吧？不想再讲了，这个再讲，不想再弄。要都是自己弄的就更好。对，我自己弄的。这是弄的时间也是。你不是说不，你不是说不许撒谎吗？体验结束后，馆长还送了赵明一套工具刀和一些竹片做纪念。哇，还是这么好的刀、哎、你蹭啊，真会蹭、啊、回家把那蹭完、啊、学你的学我第二天，亮叔一家来到了位于天宁区的胶西古镇，这里完整地保留了1200多年前的江南古村风貌，算得上是真正的旧时江南诗韵水乡。老师，这边有多少年的历史？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，那个说。那个溯源的话、那个唐代就有了。唐代，哎，那个这么长啊、真的，而且这个地方就是从早上开始，从早上到现在一直在聊。四五点钟的时候有一批就开始喝茶了，吃过早餐，八点多到十点多又有一批，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就这么多。什么歌呀？我们唱的我们地方是叫戏剧。男的聊天，女的唱歌。一路向。除了古宅、古街、古河、古桥，胶西古镇上还有随处可见的手艺人。好有感觉。我还。爷爷做一个人做工作。爷爷，你在做什么？做衣服。你在这儿做衣服多少年啊？60年。哎。哇哦。那您现在多大？78岁，所以从18岁到现在，哎，一直在这里做衣服。午饭时间，亮叔带着家人来到了胶西本地的一家餐馆，品尝了常州特色菜。いただきます。这常州菜吗？厨师长，可以过去。厨师长，你好，我帅哥呀。对，我以为是一个。常州菜的特点是什么？这个我们主要是一个原材料，保持一个原材料的一个本味。就比如我们这道二花脸扣肉，选用我们本地胶西特有的一个二花脸猪，吃到嘴里呢是肥而不腻的啊。是啊，感觉油腻了。但是它很肥，但是不腻。哦，肥而不腻。对。
好吃。这个呢，也是我们酒店的一个特色，叫做糟青鱼。这个是我们江西的一个农家土菜，叫做腻头。那腻头的意思就是很多原料组合在一起，里面有蘑菇片啊、豆腐丝啊、青菜啊、鸭血、油条啊，就是很多很丰富的油条。我发现了一个事情，常州的大叔好像都叫建国。啊，你的名字叫建国。我昨天去一个餐厅，他那个厨师长也是叫建国。这是我们常州特色的，叫碗油卷。碗油卷上面有糖吗？对，里面是选用了猪碗油。啊，包住了豆沙，表面是用蛋清和生粉打制的，你尝一下。哦，好吃，照面，这肯定你喜欢的。哎呦，烫，烫吗？这豆沙。京杭大运河在常州穿城而过，千百年来。古老的运河早已是常州的母亲河，承载着常州的历史文化。今天亮叔在这里要体验的项目是好可怕。你们滑过吗？很早前滑过。我没滑过。哇，这两个手可以放开一点。我不想上去，我都不想下去。那你把赵明都吓走了。这个挺可怕的，赵明踩在中间。哎，好，坐下啊。对，靠在后面，靠后面。爸爸，不要晃。我没有自信。用人往前轻一点，就稳一点。哦。走了。啊。别动。你不要晃啊！不要左右摇。哎呀，太可怕了。哎呀。很安全的，好了，放松。不要回头看你爸，好棒，好硬是吧？轻松一点，好交硬，好交硬，特别交硬。从后往前倒一下。啊，不行，啊耶！啊，怎么样，赵明？好玩吗？本次旅程的最后，为了给家人一个惊喜，亮叔强装霸道总裁，包下一艘游船，在大运河上欣赏天宁夜色。哇，好奢华呀！包船，太大了吧？应该是船能吃点东西。对，我以为是一个小船。因为这条河是那个京杭大运河。啊，这个京杭大运河。爸爸。哇，拍摄也好。哇，好可恶，好美，死过哎！哦，这个感觉特别好。在桨声灯影中，亮叔一家偷得浮生二日闲的常州天宁之旅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。常州天宁区的旅游到此为止了。个人来讲的话，好不好玩？我个人觉得很好玩。很好玩，那你吃了一个冰淇淋啊，冰淇淋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最有趣的那个餐厅的名字。哦，餐厅的名字啊，见过吗？你肯定是逐客吧？他昨天晚上一直在客。我客到一点，我也觉得就是常州嘛，就经常来。来过很多次，但是只来过火龙园。对，小朋友啊。对，其实常州火龙园之外也有好多有意思的，特别是文化方面。对我来讲，最喜欢的点是，其实今天下午去的那个老街胶西古镇，真的很老，而且没有开发。那后面走吧。好，走了。拜拜。不要走。拜拜。拜拜。